那刚才那个男的应该是有房卡的，这个是那个人。那他现在有没有房卡我不知道了。这个人是在你这儿住吗？看人这个没法确定，这个我不确定，可不知道怎么全啊。是这个人是吗？这男的过来以后，这是你们那服务员吧？嗯，对，是我们那个。他说这怎么这？他也没说什么，他说你这家酒店不要这样，很温柔，我根本阻止不了他。这个人在你这儿住，你们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掐我脖子了。这个刚才不是送水那个吧？到这儿。对，是我们这边的。刚才送水那个吗？拿瓶水拿过来的吗？是。现在在这说什么呢？当时。当时我在报警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他在打电话叫人，说张哥什么事情，你过来什么。离开了是吧？没有。那他先把我往电梯间里面拖的。这时候应该已经走了。